作为逛各种博物馆的人，就到目前为止的直观感受而言，尽管各地的博物馆无论规模大小、声名几何，单论展品本身几乎都有拿得出手的亮眼珍宝，但在展示形式上却始终没有大的突破。和传统博物馆里的互动项目相比，由敦煌研究院与腾讯游戏 Cross 团队联手打造的数字藏经洞项目，无论在访问便利度、互动体验品质、内容量还是美术效果等方面，都有着令人意外的优秀表现。和去年的数字长城项目相比，也有长足的进步。无论是不是敦煌文化的爱好者，都可以通过打开微信访问云游敦煌小程序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感受这段旅程的魅力。进入云游敦煌主页之后，玩家可以在首页看到数字藏经洞的入口，玩家将化身一名穿越者回到过去，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藏经洞曲折深刻的历史背景。整个体验过程时间并不长，但因其流程规划合理、内容详实、美术精湛，在很多方面都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用最新的游戏科技手段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址进行了一次高品质的复刻与互动升华，使其更具观赏性，也更易于被广大爱好者所接受。首先，第一个场景是通过 3D 建模复现现代景观，玩家以主视角站在莫高窟著名的三层楼前。这座三层木构窟檐由清光绪年间的王元禄道士主持重建，其第一层原本为第十六窟所用。王道士后来在第十六窟甬道北侧又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后命名为第十七窟。数字藏经洞的旅程以及主要活动场景也都围绕着三层楼以及两个洞窟展开。在洞门口的一块小空地上，玩家可以通过左侧虚拟摇杆自由移动，在画面右侧空白处滑动则可以调整观察视角，可移动范围并不算太大，但能够贴近观察这个场景里的植被和建筑。尽管有明确的引导让我进洞开始下一阶段冒险，但外面这些场景的贴图精度之高，色彩、物体、表面纹理还原之准确，还是让我眼前一亮，因此并不急于推进进度，而是先在外面转了一大圈才进入室内。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游览引导而已，没想到在贴图材质等方面如此一丝不苟，于是对接下来的旅程愈发期待起来。进入第十六窟之后，周遭建筑、壁画、造像依然细节满满，从任何角度看过去都有着照片般的质感。但这一切其实都是 3D 建模场景，稍微有一些游戏开发知识的人都能看出，还原这种高精度场景背后的工作十分繁复，包括素材采集、拼接、调色等等，最后还得将成品优化之后压缩到合适的规格，同时又不能让贴图品质出现明显的失真。从最直接的视觉观感来看，数字藏经洞明显交出了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当然，受客观运行平台和环境的限制，想面面俱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头保证了画面品质以及贴图精度，操作体验方面难免要打些折扣。不过整个过程体验下来，并没有遇到恶性 bug 或者是程序崩溃等严重影响体验的情况，重复几次依然能很顺畅的一跑到底，在稳定性方面可以给一个好评。以主视角进入第十七窟藏经洞之后，就可以通过点击画面上的蓝色莲花状互动点触发时空穿越的情节，这时候玩家可以从预设的六个形象里选择一个回到过去的时空，在工笔水墨画风格的敦煌莫高窟场景附近与多位历史人物互动，包括唐代的红遍大德、宋代的道真大师以及清末王道士等等，亲自体验敦煌研究院收藏的001号文物归义军雅府九坡里从诞生到被封入藏经洞，后来被分割成三段散落在海外，最终又部分回归的故事。全程语音以及不时穿插的 CG 过场动画起到了十分显著的气氛烘托作用，虽然每一小段故事的篇幅都不长，毕竟整个数字藏经洞的全程体验也就30多分钟左右，但在游览过程中并不会感觉内容匮乏，玩过一次之后反而产生了重头开始看是否有所遗漏的冲动。在单纯的 NPC 对话、控制主角来来往往之外，制作者还加入了一些简单的小游戏，用来增强探索过程的互动性，其提示清晰，过程简单，不会影响玩家游览以及欣赏精美的工笔美术场景，以及通过数字修复、 3D 建模技术复原的归义军雅府九魄力等一批重点文物。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文明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文化瑰宝。那些光滑灿烂的贵金属制品、巧夺天空的器皿固然珍贵异常，适合放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接受众人的欣赏与赞美。但另一方面，潜藏在古文书、古画中的风尘往事以及文化内涵同样值得被更多人所知晓。我们向来不缺辗转曲折、荡气回肠的历史人物经历以及各种文物故事，缺的是兼具精品化和大众化、触达范围足够广但又具备新颖表现形式的传达手段，这样才有可能吸引更多新生代用户真心实意地去关注文物、关注文物保护以及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此前已经有过颇受好评的文物主题综艺栏目、纪录片，这诚然也都是在成熟的渠道以成熟的形式打造出来的优秀作品，但看到数字藏经洞这样精美的互动云游戏之后，我心中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互动程序本身只是众多内容表现形式里的一种而已，它所能承载和传达的信息也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是为主流舆论所接受的，而不应该由于其形式上的特性而遭到先入为主的误解。数字藏经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短小精干的新形态文博产品，凭借精美的画面、高精度的建模、精巧的故事编排，在很短的时间里让我这个门外汉对藏经洞、对敦煌莫高窟、对那些散失的文物有了十分感性的初步认识，并且产生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冲动。这可能是多少次走马观花的参观、多少次心不在焉的语音讲解都无法达到的效果。想要体验这段奇妙的旅程，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小程序即可，越过这道近乎等于零的门槛，就能穿梭千年时空，在画卷般的场景中寻觅与感受莫高窟藏经洞的独特魅力。